泡泡喷射赛道，赛道两边会喷出泡泡球，非常考验小车手们的观察力。如果被泡泡球击中三次，就会淘汰出局。我明白了，一次吐出两个泡泡，每次间隔1.5秒。幸好周科尔发挥了自己的优势追了上去。哟吼，后方的选手似乎有些小状况。第二次被击中了。体积大，目标就大，很容易被击中的。你们别得意，这泡泡难躲得很。好，飞鱼战队暴雨淘汰。这暴雨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他的性子太急了。别慌，我能赢。炽热，赤焰白虎终于被唤醒了。怎么回事？闪电的力量都释放出来了。追上你啊，弄清楚真相。我是
陷进去了。别！他在那么多次比赛了，不能晃。暗夜战队的女王依然遥遥领先，今年的冠军故事或许又将重演。莹莹，再加把劲，这是最后一关了。是因为他也是闪电，而且比我的强吗？所以我始终超越不了他。莹莹，相信自己，冲啊莹莹。不，即使如此，我也是独一无二的，不可替代的。这是小闪电来回一条线。
要不是帮我，你也不会。嘿，说什么糟心话，几次战队有两个人晋级，这也是胜利吧。没错，这次的比赛你们每个人都发挥了自己的特长，孩子们，成败的输赢不是获得冠军，而是美羊去哪了？他呀，从来都是这样，神龙见首不见尾。所以在明年的车王争霸赛上，我们又会遇上李阳喽。到时候一起再去会会他。有大家在，我们不会输。极速战队，超越极限，冲呀！嘿，小朋友们，感谢这段时间的陪伴，是你们见证了我从一名滑步车新手一路以来的成长。希望我的故事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，更希望你们也鼓起勇气去追逐自己的梦想。莹莹，我快来，大飞教练带我们去吃好吃的呢。来啦，那我们就下一季再见吧。